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.7 希格雯略加强克洛琳德仍為寄。原神 4.8 新角色立繪晚6点官宣， 4.8 卡池确定，混池来了，納塔共2位火神，原神调香师立繪爆料。首先是有关 4.8 新角色调香师立繪终于官宣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反正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的紫色忧郁姐，这个感觉有点像崩山那边的设计，而且这姐姐看起来是偏向开朗向的，所以紫色那个设计才落选了，感觉选了最丑的那一版，像个同人作品，没想到那么多好看的居然全毙了。目前内鬼给出的信息是黄色头发，有眼镜，燃烧增幅，后台草吸，不适合激化反应，本身有高额的伤害，不只依靠燃烧反应造成伤害，挂草元素的效率和白竹差不多，命作和技能设计都有瓶子元素，总之大家先小小期待一波吧。有关 4.8 卡池方面，已经确定的有新角色调香师复刻莱欧纳维亚，最后一个位置会在妮露和申鹤之间二选一。 4.8 新皮肤已经实锤是给到了妮露和启凉凉，两款都是现代时装，特别是妮露的变化很大，饱受争议的牛角会被用花环装饰并遮挡，既然有妮露皮肤和剧情，显然复刻的概率很大。如此一来，申鹤恐怕成为牛第一个一整个大版本都没复刻的角色了，不过也不排除莱欧加申鹤一起复刻的可能性。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混池，之前就有多位内鬼透露 4.8 版本会再次开混池，当然也不排除策划会延期到 5.0 周年庆版本，不过下期的混池早已确定是属于李月角色，名单确定客情七七甘雨公子，剩下两位可能会有胡桃夜兰，萧作为海灯节常客，暂时不会进混池。此外内鬼还透露提纳里塞诺、优拉、一斗可立星海也是后续必定进混池的角色。另外有大佬透露希格雯会暗示火神不是魔神，因为希格雯是美露生，而美露生能看到真相，毕竟是美露生有特殊的视野，而且纳维莱特说过希格雯给他带内塔的水，也就是说希格雯去过内塔。之前也有内鬼透露说内塔共有两位火神，其中一个就是希巴拉克这个小男孩，另一个是女性，算是被内塔魔神赐福的眷属，不知道内塔后面会有啥大药呢，真是让人期待。顺便一提的是，本周三就要开 4.7 测试服了，到时会有一些新消息，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。俺山耳朵靠啊，聆听下集。丽英，你夜上梦？我，哥，失忆，我听见了。我，哥。走进，千羽号。先去休息早高，这就我单偶家做客吧。未若金汤，我大人，可乖，练。孔雀儿懂靠啊，理应正气人，欠万里之瑞眼，我万里多啊，加恩，喵，让。还喜欢留个消息哦，当当，闪耀史册，眼速如恒啊，说啊，懂一暗堂的顾华是木才行，反善而懂靠啊，聆听下集。丽英，你夜上梦？我，哥，失忆，我听见了。我，哥。走进千羽号，先去休息早高，这就我单偶家做客吧。未若金汤，我大人，可乖，练。孔雀儿懂靠啊，理应正气人，现万里之瑞眼，五万里多啊，加恩，喵，赞。还喜欢留个消息哦，拜拜，
闪耀时刻，点数如熟。